打电话过来了。发错货了，买的是像是你发的包子粉，我赚了，是不是呀？联系客服，如果说要退的话就退哈，跟你说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我接哈。喂，张浩。喂，陈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刚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不止给你打过一次了吧，张浩，我还以为你去哪里了呢。我刚刚在忙，没看到手机，子英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，子英？不是，就是你之前，你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就是那天晚上你走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跟我说什么。那个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我回西安这边一趟有点事情，然后等一下再回来啊，就是这边有点事情，我处理完就回来。你说有事儿是吧？对对，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情，子英，那个你刚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儿，我刚刚在开直播嘛，然后好多叔叔阿姨们的话都说让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你在忙什么，因为我昨天跟前天给你打电话，微信里面你也没有回我，然后我就担心你嘛。不好意思，子英，别担心啊，这两天确实有点忙，然后你帮我跟就直播间的哥姐、叔叔阿姨他们打个招呼，然后我这边有点事情，我还得去忙，子英我就先挂了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再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那行，那你先忙吧，好。好，拜拜，子英。各位帅们，张浩他说他有事，他应该有很多很多事情吧？你看他连说了两句话他就挂了，他就说了两句话他就挂了。各位帅们，他就说了两句话，没事。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好就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话呢，也不用担心他了，是不是？很敷衍的。各位帅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张浩是在忙是不是？有什么事有你重要呀？他很敷衍。但是他走了的话呢，他如果身体不好那些的话，他也会跟我说的。之前他走的时候，他都跟我说："最近我哪里不舒服，我这儿不舒服，哪里不舒服。"他很神秘，可能在检查身体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。如果说他没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没事就好了，各位帅们。今天的语气有点冷淡呀。妈妈。上来养赌君，各位帅们，你们还没有拍到养赌君吗？我说我想去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各位帅们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该说什么了，因为确实就是，张浩，我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也，就是，这多只吃的空么子呢？一直多，我这个锅都散了，哈哈哈，我这个锅，阿姆，我这个。等一下，各位帅们，这个子英还有杨祖君是不是？还有杨祖君吗？等一下哈，而且你的空格的呢？你去干了没？别负责公司电话的，想不拿我你妈什么？你小哥的啦？你婆婆吗？子英说了七次都说了疼的困妈的应该。那不跟你是错瓜娃的姐姐。哦，你先给了，先给了。等一下，我去拿山货过来哈，哥你帅吗？这边天气。对，你们还想要什么？然后呢？子英这几天都在等你看，等你直播没有看到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杨主角收到了，谢谢你包装的那么好，谢谢我们青青姐姐哈，谢谢我们青青姐姐的回馈哈。对，我觉得我每次哈，我们每次卖山货，然后呢，
就说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的话都是在回馈子英，哇你这个东西好好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就是最满足的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满足那个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感觉我做的那些事情的话我都觉得哎值得的。那这么的希望你了，你同意吗？等一下哈，没有被那个东西哈，没有被那个东西哈，没有的。杨杜鹃还有吗？有，跟刷们有哈，有的有的。鱼肝蓝粉特别好。小龙，你这边个空气干嘛？姐，你给接了吗？哎呀妈！鱼肝蓝粉收到了，杨祖君也收到，豹子饼收到，谢谢我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哈，有零吃豹子饼吗？有，各位叔叔阿姨有的哈，有。来。这个哈，各位帅们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羊肚菌，所有菌子里面的话，称它为是一个什么呢？称它为是一个菌中之王，素中之荤。什么叫素中之荤呢？素中之荤的话呢，就是指哈，它要比肉还要有营养的一个羊肚菌哈。羊肚菌的话，平时各位帅们，家里面有小孩子，有老人，来，今天来回购的羊肚菌的，来，有没有？有的话就打个回购哈。有的话就打个回购，然后呢今天的话就是有很多，今天第一次进子英直播间的话是有很多很多人，所以说我们的话呢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，今天第一是说如果说你想要回购羊肚菌的，我们就打个回购两个字哈。来各位帅们，羊肚菌的话呢，各位帅们平时家里面有小孩子，是不是有小孩子，有老人，有孕妇，你要吃这个羊肚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羊肚菌哈，你们别看它那么小一个哈，它里面含有的氨基酸呀营养成分是很多很多，所以说哈各位帅们，它要比松茸要好个10倍，要比那个冬什么虫夏什么草要好个10倍。平时哈，像我们这边的话有一句老话，他这样说的，年年吃羊肚，80照样满山跑。像我们这边哈，70-80岁80-90岁的老人有很多很多，因为他们是常年都是会去吃个羊肚菌。真的哈，羊肚菌你们别看那么小一个，它里面的话是有很多很多成分，它能怎么样？它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。平时家里面小孩子不爱吃饭，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食欲，增加我们的食欲之外呢，这个哈，抵抗能力不好的隔三差五会感冒发烧，是不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？帮助我们去怎么样？能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身体那种免疫力哈。家里面有孕妇的，有老人，平时营养跟不上，是不是感觉很瘦，是不是一点胃口都没有，直接去拍这个羊肚菌哈。因为这个羊肚菌的话，它是称它为是一个素中之荤，它要比肉还要有营养的一个羊肚菌哈，各位帅们。而且哈，羊肚菌的话呢，它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它是药食同源。什么叫药食同源呢？它既是一个食材，又是一个药材，各位帅们怎么吃，是不是来怎么吃呢？这个不是重的哈，一次的话呢我们就只需要拿个2-3个哈，一次就只需要拿个2-3个，拿了2-3个，是不是去外面去买那种种植的话，你可能放个8-9个，10多个，甚至放那么多它都没有一点点味道，是不是？但是野生羊肚菌的话呢，就只需要拿个2-3个，3-4个，拿来买汁汁炖汁土汁，真的慢火哈，慢火炖它1到2个小时，它真的很香很鲜。平时拿来煲汤，一次拿个2-3个、3-4个，炖它1到2个小时，它的汤都是金黄金黄色。平时你们家小孩子不爱吃饭，孕妇没有胃口的，把这个饭跟这个羊肚菌跟这个汤活饭给小孩子吃，您家小孩子不多吃个1-2个饭，你来找我。而且哈，除了煲汤拿来怎么吃？平时哈，这个的话拿来怎么吃呢？这个哈，各位帅们，拿来把它包包子、包饺子，把它泡好之后呢，把它剁碎了之后呢，拿来怎么样？剁碎之后呢，包包子、包饺子就可以哈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价钱是不是？它是野生的哈。来，各位帅们。这个哈，高山里面的羊肚菌，它不是那种超市里面那种种植大棚种植的，跟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。各位帅们，日常价格的话，就说我去别人家收的话呢，
我一两的话呢，别人直播间有的卖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都有，是不是？但是紫金的话不用挣那么多。我去别人家收，我是以批发价格去收的话，我一两100块钱，是不是？一两100块钱的话呢，我加上我们的邮费就是106，紫金挣你们2块钱就是108。好，来108给不上车，我这边就是改个价格哈，对，把价格改一下。然后哈，108给我们上车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哈。这个的话呢，最后就是这个是第二家，然后呢，我是分着上的哈。然后第二家的话呢，这个的话呢是有二斤一两的话是21单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改个价格哈，108给我们上车哈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哈，各位帅们。等一下哈。来。准备我们的手速跟网速，直接给我们上车，能拍就有，拍不了就没有哈，108，然后呢，21单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下方白色购带108羊肚菌50克，直接去拍。然后呢，羊肚菌哈，各位刷一门，平时哈，你们去外面去买的话呢，种植那些的话，你可能吃个10斤都没有这个好哈，吃个10斤都没有这个好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你平时去外面上超市里面去买10斤都没有这个一两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羊肚菌跟那种大棚种植那些的话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，各位刷一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，平时。我们这个羊肚菌的话呢，它里面的话是有含有什么呢？含有维生素呀、氨基酸那种是很多很多。平时各位帅们，你肠胃不舒服，肠胃不好的话，也可以吃这个东西。羊肚菌的话呢，对，50克是108哈，各位帅们，是的哈。来，下方白色购带1号链接108，直接去拍50克。然后呢，50克的话是有20克。20个到30个左右哈，刚刚98的话呢是一个福利价格，然后今天这个的话呢，紫银挣你们2块钱，刚刚的话呢98的这个价格的话是紫银什么呢？紫银的话呢就说给你们弄的一个福利价格，但是今天的话108，你们让紫银挣2块钱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每天都卖98呀，那个时候的话呢是给你们就是首场就是首个品嘛，首第一个品的话呢，我要给你们弄福利嘛，各位帅们来。我这边看了只有最后6单，各位帅们，你们把那的6单拍完了，我就给你们过掉了哈。羊肚菌的话呢，平时我们拿来怎么吃呢？一次拿个2到3个，3到4个也可以，家里面人多的话放7、8个、8、9个也可以哈，拿7、8个、8、9个也可以，放3、4个、4、5个也可以哈。然后呢，拿来怎么样？拿来用温水去泡个什么呢？泡个10分钟就可以哈。刚刚买了98，跟质量的不一样吗？陈立安是不是？哦，刚刚98是福利价格，你还说98的价格跟这个质量一不一样呀？那个是我的一个小心意，然后呢，结果被你说的就是质量一样嘛？那一样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那个是福利价格，今天这个108是紫金挣你们2块钱的，各位帅们，50克的话是有20个到30个左右哈，20个大的话呢可能有20多个，小的话就是有30多个。然后呢，我泡一点哈，泡一点，然后呢，一会儿拿来煲个汤。拿个四个哈，来，各位帅们，我们倒数10个数就给我们过掉了哈，倒数10个数就给我们过掉了哈，各位帅们哈，来，最后2单谁拍的就谁的哈，拼手速拼网速哈，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就给我们过掉了哈，就给我们过掉了哈，我就不讲了。张浩呢？张浩他回去了呀，张浩他回去了，张浩他走喽，他回西安去了。然后他回西安去了，各位帅们。然后他回去了。哎妈，我们这个锅也太可怜了。各位帅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锅好不好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锅。我给你们看这个锅怎么吃，是不是？羊肚菌的话呢，拿来用温水去泡哈，像紫金这样子哈。先用温水去泡，看到没有？先用温水去泡，看到没有？它颜色的话呢，
拿来泡的水的话呢，颜色都是有那么深哈，颜色都有那么深。先用温水去，先温水去泡之后呢，把它拿出来之后呢，拿来煲汤，炖个鸡，炖一个鸭，炖个排骨呀那些，炖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哈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肚子也饿了，我做点饭吃吧。什么时候还回来？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各位刷一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。如果为什么多下不拉，到什么也不拉的了？我说了，妈妈伤心了，怎么的？怎么的呢？妈妈在家吗？妈妈在那边绣衣服呢，在那边绣衣服。各位刷一们，我给你们看我的锅好不好？我给你们看我的锅，看，这个锅的话已经烂，已经就之前的话呢就被妈妈用那个腊肉把它砸到了一下，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已经。快不行了，这个锅不是新买的，这个锅的话呢是用了好久了的。张浩又回西安去了吗？张浩回去了，现在的话就只有子英。哎呀，欧啊，做事啊，动还不动嘛？啊，那不这么的，那么回事啊？嗯。9.9的锅吧，这个锅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。妈妈在家里面，妈妈在修衣服呢，她是在修衣服。各位帅友，你们都做饭了没有啊？你们都做饭了吗？你们做饭了没有啊？我准备做点饭吃。怎么过不过？我准备做点饭吃，各位帅友们。他没，黄肉没。你的眼珠子怎么的啊？在做是不是？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各位帅们，你们吃什么呀？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子英不租房子了吗？不租房子了吧？我那个房子现在还在那边呀。这个树的话呢是个什么树？这个是樱桃树，这个是樱桃树。我们这那边穿短袖，你们都是来自哪里呀？各位刷，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呀？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？我是四川的哈，我的话呢就先给你们说一下，我是四川的，四川山卡卡头的。你们都是来自哪里？广东、山东、香港、东莞、广东。哦，我发现你比较广东的人的话比较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广西呀、啊、南宁、柳州、天津、北京，哇，北京是我最去想去的一个地方，可以种樱桃，这个是樱桃，对，上海、云南，哇吧，你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可以说刷你们玉林懂吗？广西玉林嘛，知道的，可以刷你们，是的，四川乐山呀，你是乐山的呀。广东那边的话肯定啊，广东那边的话肯定穿短袖的。你知道玉林，我肯定知道玉林啊，虽然说子英的话就说没有去过外面，但是基本的话地区的话呢我是也是知道一点点。来，嗯，从这儿。你发给我什么也是没关系啊，因为什么也是。四川宜宾是不是？哦，居然这直播间各位刷一们也有四川的呀！我还以为只有外地人看得了呢。离得太远了，真想
和你交个朋友。哎呀，虽然说子英的话呢，见不认识你们，但是你们认识子英是不是？如果说你们以后有时间来这边玩的话呢，真的很要，就是说很欢迎你们到这边来玩哈，可以刷一门。虽然说我们这边的话，子英这边的话呢啥都没有，要啥啥没有，但是直本的腊肉呀，那种山货的话呢，有就给我们管够好不好？宁夏回族自治区吴中市的子英的粉丝，哎呀，不要说粉不粉丝哈，你们都是我自己的家人是不是？子英，我想加你的微信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们就是私信给我，我就是可以加呀，为什么不能加呀？是不是可以加呀？可以加的哈，好喜欢你，我也很喜欢直播间哥你叔叔阿姨们哈。然后呢，子英的话现在的话生点火，然后呢准备做饭，然后这个锅的话呢。这个锅的话呢有点不太行，这个锅有点饿得了，看这个锅烂掉了，各位帅们，这个锅你们看，这个锅不行了。子英，你到家里面就瘦，没有租的地方好，租的地方白白美美的。哎呀，今天是因为淋雨了吧，今天就是因为淋雨的原因，然后呢就头发那些都湿完了，头发那些都湿完了。你们人家忙的不用自己去过来。张浩没有来，张浩他回西安去了。看看子英，看看你有点完全配能配张浩呀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什么叫配不配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配，到底要怎么才不配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么这个火有点不太好烧，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纸箱打湿完了，所以说不太好烧，可以刷一门。山货去了，我真的就是很怀念，就之前我收山货的时候哈，我收山货那个时候可以算，你们就是有没有看到过，就之前子英收山货的时候，我是全程给他们开直播，是不是？我是全程给他们开直播，然后呢你们那个时候的话是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的话呢，从我收山货到干嘛，到晚上回去的时候，你们都是在有陪着我的，那个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呀？家里面有没有灶吗？有灶呀，有灶，但是我觉得在外面的话烟子也不熏人，然后又舒服。跟刷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呀？哎不，这个是的嘞，这个把它收起来吧，不然全部都装完了。记得是不是？都记得是不是？收到了，很好，谢谢我们这个宗姐姐哈。对，那个时候的话呢，子英那个时候哈，那个时候我去收山货哈，那个时候我去收山货的时候，我从下午不，我从中午，有时候中午，有时候下午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中午，有时候下午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幸福，但是不对，那个时候最辛苦，那个时候最辛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。真担心你以后嫁给张浩就不收山货，怎么可能会去？会不？怎么呀？你不可能哈，不可能哈。我的话呢，我活到什么时候我就收到什么时候哈。收山货的话呢，是我最基本的。对不对？最最最主就是也是我的一个爱好吧，我的一个爱好。各位帅们一直都在关注你，都记得你，谢谢我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哈。哎呀，对，还是短上来去消费。我们弄个腊肉吃，我烧个腊肉，等一下。路标一边是不是在家？哎呀，烧个腊肉哈，各位帅们。这个腊肉哈就是这样的烧，你们之前买的那些的话呢也可以像子英这样的拿来烧，先烧一遍之后呢，对，我喜欢收山货的感觉似的，我就很享受收山货那个就是当下的那种情况吧。我觉得我是在什么地方，我是在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哈，大家帮忙给子英点点赞，谢谢我们哼哼哈黑姐姐哈，
很感谢我们的姐姐哈。对，你们就说你们不嫌弃子英的话，那给子英点点赞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好吧，我对我现在在家里面住呢，现在家里面住。子英跟你的女儿同岁是不是啊？是吗？我放在面放上蒸，这个也可以的，这个的话也可以哈。这个但是要烧一下才好吃，我觉得。这个腊肉的话要拿来烧一下才好吃哈。买山货就认准子英，谢谢我们这个宗姐姐哈，很感谢你们的支持哈。对，肯定呀，对不对？我们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是不是？肯定在家里面就住的肯定很舒服呀，是不是？各位帅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在外面的话呢，在外面的话呢，虽然说条件的话呢，就是外面的话就是包括环境呀都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就是想干啥就干啥。回娘家了，什么娘家，这是我自己家里面，各位刷友们，这一小块肉子英一顿吃完，怎么可能呀，你们真以为子英是猪呀，不可能哈，我一顿怎么吃得完呀，这个的话呢要两顿才吃得完，各位刷友们，腊肉为什么要这样烧，这样子烧才好吃呀，这样子烧的话呢，然后我们把它烧好之后呢，把它洗，用水洗一下。这个低锅也热得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热死我！哦，热死我！啊，我其实工资的也提着，那个也掉了，哎么？几乎就进了，一提着脚就。嗯，我。烧点水，然后呢洗一下哈。你们私信在哪里呀？我私信打开了呀。各位帅们，刚刚收到了，终于不装了。装你，装啥了？装？啊，我水多了，我的水这个。我刚刚收到了星期五购买的杨子君，比较细碎，什么比较？四只雪鹰是不是？雪鹰姐姐是不是收到了？是不是啊？这做哪个？这个。嗯。谢谢秀。张浩去哪里呀？各位帅们，你们都在说张浩去哪里了，是不是？张浩他回去了，张浩他回他西安，他回他西安去了。你刚收到的货品对不对？雪鹰阿姨是不是？对，你刚刚说就是说，羊肚菌的话呢，比较收到就是有点小，是不是？但是高山里面的羊肚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它不像种植的话，它个头很大，有的时候像我就是有的话就像我这个拳头一样大。但是的话呢是很小很小的哈，也不是说很小，它就是说个别的羊肚菌的话呢它是有点小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是高山里面的羊肚菌，你看这个我这个都很小了，你看这个是泡的水，就是刚刚才泡的哈，看都是这个样子的哈。但收到货它就是高山里面的就是最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大不一定说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大的话呢我觉得大的那些关键吃了没用的话呢，我们买大的那些羊肚菌的话也是没有用的。张浩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张浩他是之前他说他是做娱乐的，什么娱乐艺术的哦。香吗？我还没，就是羊肚菌它真的是很香很香哈，各位帅们，我洗一下这个。真的确定炒的怎么样了？我妈妈在那下面在找那个，
看，正宗的五花肉，看到没有，更帅吗？无意之间的什么意思吗？鲁爷，手套，戴手套吗？这个五有点，这个腌制太熏人了，可以帅吗？有点肥，五花肉的话呢，肥的我觉得，肥的才好吃。我觉得五花肉肥的才好吃呀。罗马，是那错了吗？不对，哦，够的。阿妈，这个你得摸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是吧？他这样说，你是吧？怎么办呢？这个烟子太熏了，把它关上。你们这个我也去啊，谁说的啊？这边呢，小狗子睡觉。看嘛呢？他们叫。有腊肉卖吗？现在的话呢，目前的话现在暂时还没有哈，因为之前给你们做的那一批的话呢，已经就卖完了。现在子英的话在做，然后呢，等个几天，然后再给你们上一点，好不好？等个几天再给你们上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再快出一股，不过说那就不差错。对，早上。你们不用多安得进去啊！俺不说你，俺吃够没？七根吊条都没吃，六十多你累了是吧？你看我妈妈，连这个烟囱都弄不了了，她说她挂不上去，啥都是我亲力亲为才能。这可气啥一个？啊，你一人干啥哇？五一个是干啥的？你爹给我爹都在这儿。这洗着我的自己下去了。睡着两个动物就不接睡我接着。啊不我不是说肯定很难当。今天这种人要聚会的安怎干不起去过。你不让你聊去吗？这太熏人了。嗯，这个，哈哈，放错了是不是？嗯，我去唱歌的可是拉克不给唱。我的天哪！让俺吃完了呢，我的，那我是弄出手的呀，你出来了，老弟。嗯，心中，我感谢谢你。你这手机哪来是吧？我就给他点了。我在吃，要吃，可漂亮。对我这个腊肉，但是这个烟子太熏人了，更帅吗？锅这个锅也烂掉了。
我你们今天晚上的话就煮个腊肉吃个涮，你们你们吃，你们今天晚上都吃什么呀？给你刷一碗，你给他。不是的，吃要吃是的，可穿不进来。你是觉得咋选单洗洗？我觉得不管，嗯，这个这个放这一会儿，把它洗一下，然后呢？哎呀，我热不热？嗯，你不热这里行吗？你先吃一个饺子去吧。啊？先吃煮香肠吃。煮香肠吃啊？嗯。你想吃香肠哦？嗯。跟你说一个，我妈妈想吃，她说想吃香肠。香肠，你想吃麻辣的还是广味的吗？两样都吃。啊？两样都吃啊？嗯，两样都吃，那煮呗。不是死你的阿毛啊，管死还是不行？我不嘛的，根本就没得嘛，牛舌头不管，只能先买肉。你说这些，俺就不吃了。你还听懂你红吗？我的天，腊肠啊，不，腊肉卖吗？腊肉的话暂时没有哈，腊肉哥也上门，腊肉的话暂时没有哈。然后呢，香肠的话呢，家里面看，你们去哪里去买那种那么好的品质那么好的五花肉是不是？你们去哪里去买看？你这不像以前那个家，那个家的话呢是我们的老家，然后这个房子是10年前才修的。看各位帅们看到没有？哇不，看到没有各位帅们，正宗的五花肉哈，五花肉的话你们去哪里去拍，哪里去买这种五花肉哈各位帅们。然后呢刚才还有人说太肥了，看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不肥啊。张浩他走了吗？张浩他回去了，是的。子英，你咋不回我的话呀？我没有，我在做饭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在忙了。姐姐，如果说没有回到你们的话的话，你们不要生气哈，然后我一会儿就看到你的话，我就肯定会回你们的话的，不可能不回你们哈。别急了哈。哇吧，怎么可能呀？怎么可能？什么叫梁山第一？哈哈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没有，张浩他没有跟我说什么，张浩他没有跟我表过什么白呀，也没有说什么哈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自己家里面煮个腊肉吃，腊肉上车，腊肉上车。腊肉的话呢，我过几天再给你们上好不好？你家里面有几套房子呀？也不能几套房子，就是之前老的那种房子的话呢，像这个的话呢，有两个嘛，有两个。我阿舅了啊。啊，看五花肉，看金黄的这个五花肉贼好。试一遍。
你不下来，这又是去，又是在哪里呀？我在家里面呀。该吃我的，现在可能吃不了，应该不会。你没有去念幼师吗？没有去哈，我没有去念幼师，各位刷友们没有去哈，没有去。前几天买的腊肉真好吃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腊肉的话，各位刷友们，它要比那种外面那种的话呢，是真的是很好吃，很好吃的。山区会很穷吗？没有看到洋房。哎呀，也不是说洋房的话呢，我们峨边彝族自治县的话呢就有。但是我们这个山区的话没有洋房，哪里来的洋房呀？你弟弟呢？弟弟的话呢，就是去外面，